协会的妈妈现在正在为我们带爸爸泡好茶，妈妈倒茶，这样我们真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除了我以外，除了我是废物以外，其他人都不是。你叫我嘞。好。你说，他勉强也算一个啦。欸欸、对，所以你是废物。对，你没有出去哦，我都不知道。你又，所以你是废物，你都没有叫我啊，我怎么知道？叫你你会起来吗？会啊。昨天在讲，你又没有说你要起来。爸爸，那是你的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昨天我们在讲说5点多要吃去买东西，我根本没听到啊。你看，你就说每次人家在讨论，你什么时候有说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就是那个时候啊。你应该只跟陈耀说吧。啊，现在。人家都还要特别跟他讲哦，陈范哲，我们要怎样怎样，你要不要这样？现在是旁白在讲话，现在陈家四人组妈妈跟儿子在那边吵架，那个、他的女儿在旁边观虎战，我在那边做记录。这是那个生活实境秀吗？对对对。那要上传吗？要，我要传到陈家四人组。爸爸非常努力的辛苦回来之后还要在那边泡茶，然后妈妈在骂儿子，儿子不承认，女儿在旁边观战，这就是陈家四人组现在生活的状况。以上，谢谢。